大理大园国小与马来西亚新山宽柔二小一起吟唱创作的歌曲，这首歌是在阐述环境生态保育，希望号召更多的人一起守护地球。在创作时，我学会了和小组成员分工合作。比较有挑战性的部分是每个人都要熟记自己的英文台词，歌词的内容在推广海洋环保，保护海洋生物。在分配歌词时，我发现我有许多不会念的单字、片语，查完字典也学习到新的单字、相关字词，也能将歌词顺利的念完。环境的议题里面的第14跟第15个议题，就是海洋资源、海洋废弃，还有陆地的如何这些生物如何永续发展，这两个主题让孩子去写词，然后配上倩雅主任的曲，做成了今天这一次交流的两个主要的这个两个学校的重点。推动国际教育，大理大园国小与马来西亚新山宽柔二小缔结为姐妹校。宽柔二小在疫情前也曾造访大园国小交流，两校这期间延续之前的环保主题，学生持续学习在生活中当个小小的生态保育家，尊重生物的多样性。这次我们跟马来西亚交流的主题是环保，环保就是要让大家不要乱丢垃圾，然后尽量自备餐具，然后可以随手关灯，节省能源。那我觉得这次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把它翻译成英文，虽然翻译成英文很困难，但是我也很开心可以跟马来西亚交流。我们可以参加减塑活动，少用一次性塑胶制品，让大自然重现原貌。经由视讯交流，联系彼此感情，两校也期待疫情早日结束，能够再次聚首，激荡出新的交流火花。记者赖秋峰台中采访报道。